来冲水啊哈，大概是十米水噶哈，阿婆啊，拢爱讲啊，一讲啊，思想动火，来学下事哈，下到冲一讲啊，南阳县吼，大家会最近去，啊，会最冲最近去，穷养会最近你穷养了哈。在那个小学的作文里头啊，讲啊，你的志向是什么？我说，我将来要成为一个大书法家。结果呢，那信上啊，一讲啊，你写诗叫规划不重要，哪有可能？没有想到，那出一次，哈，从15岁噶哈开始，一直写到。如今62岁，虽然是这样写的还很直啊。从事这个工作以后呢，哎呀，难啊，难一上青天呐、啊，才知道说这是很困难，尤其写字，挨穷写安好，没有师承，摸信上告挨。啊、哦，我爸呢？我父亲呢？是小学教员，也写一手好字，但是给狭隘，全部唐碑的嘛，个颜柳欧楚哎，那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学的，因为我在光复后才出生的啊、哦，那那个法帖都是小小一本，几页就翻掉了。好，后来呢，我接触到这个书法以后呢，我就改习了，啊，魏碑，那就是因为我，认识了一个老师，就出家的和尚，啊，叫入仪上人，也叫本慧法师，啊，他说啊，孟宇啊，你这个字不会进步了，啊，你。再终究写下去也是这个样子。后来该处到他的精舍去的时候呢，就那一张纸呢，林卫碑张某龙就写一张给我看，这就叫断笔之法，写一笔断一笔。荷花到处开，水怎能令山俯仰？风传绝倚夜徘徊。都是东坡的诗句，很有意境。也是写用何子珍的笔意去写。还有叫做原文。那这个就是虚实相应，然后这个像是有虚笔。这个粗细。粗细有别啊，有虚实的。虚实。不会像一般人写的这样都是实或怎么样。我这个这野狐禅呢。乱写一通的了，演而优则导嘛。当演员的，演的很不错，他要当导演呐、啊，啊、哦，那我说疏而优则画啊，那我画我也没有师承啊，也是乱画啊，还勾一勾，倒一倒啊，勾勾啊，刀刀啊，就好啊，啊、哦，挨尺刀啊，挨一千呐、啊，法给哈共的你吗？那份隔壁的阿伯妹看啊，那个阿伯妹你看俩长目嘅东西，像佮做蜈蚣虫咩？该烫啊落去啊！我傻眼的，我那么认真的画，哈、哦，我自认为还有两下子，跟完全不像吗？老人家那时候，大概70-80岁了啊，我想。他看的是最真切的，他眼睛眼见为真，一拱尾，很共中什么共中啊？我想说，我就持续的画，所以我画下啊，画一画呢，大概也有70-80的2-3分嘛，啊，最起码也可以画了啊，画花卉，画鸟之类的话，我就是不会刻意的，有某些个。他的只要70-80的啊，吴昌石的啊，还有那个八大山人的那些，我都临摹，
虽然不像，但是我临摹那种可以吧？没有师承，人家讲的专善一家，哈、哦，那个无足道，好、哦，碑林白本有师承啊，应该你只是学一家，很好一个家法了，你认为说他会独特吗？他没有嘛，他只是他一家的笔法。你碑林百本的话，你有百家的笔法里头，你融入起的变化，自然会有相貌嘛。好，那就我是承袭着这个，哎，锲而不舍的精神。啊，我说天道酬勤呐，啊，哎，我就这样。文工啊，写字很孤寂的，很寂寞的，啊，但是很快乐，快乐谁知道？自己知道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卢水生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暗香风化》。相信大家睇话看到嘅影片以后，都提供今天要唱嘅来宾吼，系一个泰书法家。阿媽做得講誒，佢非常誒厲害嚇，佢要書法以外，佢還要畫圖，佢還要雕刻啊，原來簡單來稱呼佢係書法陶刻家啦嚇。來歡迎莊夢儀莊先生，莊先生你好。誒，主持人好，誒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莊夢儀。莊先生嘅請問嚇，嗯，即家嚇攏同客氣，唔講，唔攏係隨便下詩隨便發，冇乜嘅師承哦。唔講係看唔嘅創作片地度，是差係要嘅內涵在地方呢。啊，唔係介內叫唔係唔講十二歲都開始學下詩係哦，係唔從細漢都立志愛下詩係咪啊？从十公岁噶哈哈，我从我那祖母那个手上哈、拿到一张康熙年间的砚台，那就问伊讲，你还慢一个叫娘公诶，我就认为我一直触摸的时候呢，我发觉那个印台上面的那个面非常的细，我就整天的这样摸它。我祖母说，非常会刻意个砚台，对，我祖母提出讲诶，那名有么个好呢？我写么？哎，我讲我当然会写。哎，我以后啊，我做要成为一个大书法家。我做生意呢，随便讲诶，么讲啊？哎，讲啊落去呢？哎，我认为讲，我们既然讲出的话呢，一定要兑现。所以我就是执着于这样，就开始写字了。哦，写字的时候呢，我就一面磨墨，用那个砚台，那个墨条呢是台湾很差的墨条了，那墨条都好像是橡胶的这样墨条，磨也磨不会黑呀、啊。生意呢，得学到学习的时节，该种的墨条了。哎，好，给说说哦，我就磨了以后啊，结果写不出效果来，但是还是要写啊，我既然立下了这个志向，我就。时常的按要磨墨写字，但是我父亲看到了，他认为说这个小孩子这样整天在写字，这样磨墨写字，给你为讲好像不太正常。用板呢？用板咪讲，哎，好写诗是当好的事情啊。我爸是一只小学老师哦，高书先生，佮希望我呀。以后读书读了以后，可以读电子科系，因为我家境不好，穷教员嘛。我父亲他一个人赚钱，要七口人要养活七个人呐、那他认为说长兄如父，那你这个长兄一定要帮助我。他从小灌输我这个观念，但是看我这样写字。他就是不经意的啊，后来呢，我持续的这样写下去的时候呢，一次多下，到后来我要转业的时候，从针织厂而转到书法，转到书法，那俺父亲就会想讲，
哎呀，这个孩子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好好的跳舞啊，哦，还搁做得创作呢。俺以前啊，哈，那时候的待遇呀、啊，可能是两三万块了。两三万哦。那个六十八年，六十八年。六十八年。那给两三万块按送业啊，一害俺从事这个工作，书法工作以后呢，只有一千八，六个生意呢，一张生意三百条，收入就是一千八。那我岳父说啊，我这个女婿阿达玛孔古里，都是我岳父也是留日的嘛啊。那我父亲也是后来有去进修啦哈、啊，他也是日据时代的，所以我们他是认为说要笃实一点的。啊、哦，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呢？哦，相对的呢，所有的邻居、所有的朋友都笑我，贫穷人家，要怎么读书呢？你甚至于就是要就业啊、甚至于要赚钱来养家才对。那更何况你就完全背离了你的专业，你要从事于书法，那书法你会写字？你光会写又有什么用呢？哎呀，买唔出你安样办？错，我后来呢，挨出因为挨虽然哈，有专科毕业哈，但是呢，挨时常告诉朋友说，我的程度啊，只有初中程度。冇样啦。咩？挨以前用的，我要考中学。我考上中立中学。中立中学读了以后呢，那后来要考高中啊。那我父亲要我帮他的忙。你说我怎么办？我没办法了，只好就是无论找了一个学校来念，念的时候呢，念书的时候也不认真，我心里头就想着书法，我就是要想要写字，结果后来我从事于工厂，在工厂里头任职以后呢，我时时的记住这一点，说我以后一定要从事这个工作。后来我认识我内人，那个夫人，我的汉用我称呼他为夫人呢，冇人称呼啊，没肯数吗？那就讲啊，因为佮拉拔我，你看看，从我从事这个书法，二十几岁，六十八年嘛，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，他无怨无悔。他没有说你从事这个工作干嘛？摔杯摔碗磨嘛？其实人讲吼，爱一个成功的男名人吼，嘅后辈吼有一个非常好嘅伴娘妻子，爱去娶到一个有道德的妻子，有德有贤，系嘛？错冇？爱唔敢讲他很贤惠，但是他真的道德是非常。因为我听我听讲，我都想过，唔讲呀，聪明爱聪明咯，吼，非常嘅反对。讲唔爱修家庭啦，一张嘢唔该当时，唔讲该当时两万人哦，唔爱舍弃，不用放弃两万人嘅薪水呢，我都修嘅家庭，我爱买教本，一样办，该当时日本样嘅态度系样办，老家爸家妹讲，做唔得，我支持我老公。咩？佢讲嗬，我当时。有答应他，他答应我嘛，他说我答应他，就让他玩嘛，或许玩一玩他会，回头，结果一玩玩了五十年了，我无怨无悔，乐此不疲。下个是一头拉骨为止，一头拉骨，我几乎没有休息，当夜弄钟，我过年演出一抬走就来四笔。我都没有休息的。听我谈嘅张梦琪张先生吼，佢讲到。佢家五十年来嘅书法之路啦，嗬，都系行咗嘅书法陶刻家。阿杨平讲咧，其实呀，五十年来，唔讲，唔细汉嘅时节，立志都要做太书法家。
也太书法家也西施吼，唔出家感觉，唔要太神经嘅毛毛，冇完全冇啊！你用翻讲安下去，听到讲咩下去？我自我自从学了后后嘛吼，我才知道学儒好汉。嗯，那个人中国的碑刻哈，有4万多种，4万多种。嗯你那学子多少？你讲个尸体，尸体有4万多个碑刻啊，但是我只有和也写了差不多200多种版本，所以我就觉得那小时候立的志向太大了。嗯，有出家有算功，嗯，下诗下到牙吼，有下到几多诗嘛？啊，有创作几多嘅创作品嘛？那下诗吼，那卡上。我母亲呐、啊，佮讲阿奶吼，写个诗一坨拉骨的字哎，你看有几多？一坨拉骨。我365天呐、啊，我就是从事这个创作，我几乎没有休息。当夜弄钟，我过年演出一台座就来4笔啊，我都没有休息的。我365天，除非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、累的时候，我稍作休息。那扣掉零头嘛，就也是300天，一年300天，我就是锲而不舍的从这里，写字。因为你讲，你听到就讲阿梅吼，其实初生鼓励你写诗的人系咩？咩？阿婆啊！阿婆啦，阿婆影响到我，但是佮冇鼓励我啊，佮咩？那时候我的祖母是上海姑娘，唐公记有人讲是阿公写诗当好，阿公写还不错，我父亲也会写字啊，系哦，我父亲是教员，教员啊，还有我祖父是汉嘅汉药店，哦，汉医啊，阿佢写嘅药单呢？药单呢？以前都有药单呢，写落去，后来呢，我父亲呐，很早就过世了啊，大概。我就把他的箱子呢，他锁了很多的钥匙，我打开来一看，哎呀，他开的药方子还有药书呢，一打开来全部被杜仪蛀掉了，哦，不给蛀掉的，嘿嘿嘿，差不多蛀掉1/3，嗯，剩下1/3就没有办法看了，嗯，但是我依稀的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祖父那个时候私下都懂货哈，以前我看到是乱发，嘿，快给俺乱发。后来呢，我现在会认为，这个字毕竟有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嗯啊，要有写那么多的才，能够成。错，都像五爷来呀，莫爷吼，看五爷写诗，哦，其也感觉应该岁月的洗礼，你写要50年呢，错冇？错啊，今年62嘛。62嘛。错啊，哎，62写50年，62岁开始来写，写到几下时间？其实唔懂下去啦，唔讲唔系太书法家，挨看到挨到因为太书法家，因为唔知冇，看到庄先生吼，而家你留嘅复习，唔家喺复习吼，喺因为嘅书到以前，喺咪看到以前嘅书，太书法家像嘅王羲之啊、马杀鸡啊，都系一种嘅面相，挨唔系。了留了习呀，哦，是很有文养嘅了，当时是因为父亲过世啊，那很就多少会落寞了啊。不经意的说就没有修剪胡子，像这些的胡须啊，都那时候留下来。留下来的时候，后来要剪的时候，我一照镜子，我看我还有一点像啊，我就没有刻意的，这胡须我就剪短，啊，剪整齐来。那后来人家讲说，你既然要留了，你就留长一点了。你父亲就走了，你老大嘛。嗯。以前都是父亲在的话，那个老太爷还在。嗯。你都不敢留啊，那东西，阿妈不擦，都俩擦啦，因为当痛来嘛。哪个敢留胡须？俺都让烧脱。是，俺就以为俺要留俩那胡须啊。后来就是当刺眼。不给俺留长了，那我的头发没有染啊，嘿，懂自然呢，哈，嗯，俺俩两块趴啊，你很奇怪啊，那有人头那大，唔会趴嘅，脸变成胡须是白的，俺想吼可能系龙氏酒有关的，你还酒啊，
是来会影响到这里的胡子。咁要嘢，挨唔掂。其实哦，一般来讲，我都从市场养人，看起来人人一看，冇同佢讲话，冇会感觉吼，都系艺术家，系艺术的创作者啦。爱出来讲讲建设的事情。系明白。以前啊，爱出去写诗噶，爱有啲朋友啊，讲啊。唔来学写诗，千万唔好像个张先生写，伊系野胡残，乱来诶。干嘛呢？我以前马沙讲，即做唔嚟讲啊，就咁讲。我看佢吼，人讲系自古啊文人尚勤，介只讲嘅人可能出家嘛系未写诗嘅人，错冇？佢几会写会发？系，佢当时呢，发喺同学。啊，下面以后，那但是你讲诶，我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我经过了几十年，啊，我诚心诚意的在研究这方面的，他却陶醉在那里，他认为他已经成家了，就三十年来呢，就改头换面了，他的字呢，我看起来。现在我认为他的字是我在写的话，就认为是小学程度了。其实哈，人呐，批人的讲的时间哈，去批评人的时间哈，该责人哈都会归人呢。对，提出地理哦，固定爱，好老啊，你看爱看不起，爱就做不看，爱输不起呀、啊。我这一辈子输不起了，我已经输掉了，一开始就选择输了嘛。因为大家都很爱老师嘛，老师嘛，你看你讲的很爱，很爱大叔哦，我叫大叔特殊了。我就讲啊，你都很爱哦，很爱欣赏，我一辈子都会做欣赏的你。错啊错啊！你不要说叫我大师，我以前就是老师的嘛，在学校任教的时候我是老师，你现在还叫我大叔。你叫我大叔特殊，那成何体统？没了，我讲笑了。其实是太实啦，实中的实啦。我拢讲吼，我以为哈，我讲认为，俩台湾的太俗太实啊，满街都是。那个是客套话，那是现在的客套话。我认为说真的要成为大师的话，我不够格。我这个三脚猫的功夫还不够格。冇人有啲人吼，人讲要成功唔系冇道理。都系讲成功嘅人吼，含个非常嘅谦虚，吼也非常重要。白石先生的字啊，我刻这些也起拍上嘅，起拍上嘅诗，你啊喺金东新金龙嘅，这扬州八怪的，啊，还有你啊，喺我喺吴昌硕的、吴昌石的啊，他的篆书。还有楷书这样，我各家书体，我要把它刊刻在这上面哦，一定要融合。总是讲来请问吼，因为爱台湾在休息之前有讲，不卡全部卡人也拢喺投入让艺术的创作向下来合作。不过爱地吼，台湾要讲到是先咧讲，因为爱看到也嘅创作品也系嘛，来创作嘅诗系唔负责来写嘅，好，错冇？也系诗系唔写上去啊嘛，该用刻上去嘅，刻上去嘅，雕刻上去。雕刻刀啊，篆刻刀了啊，直接这样刻上去的啊。因为啊，你要刻这个很难呐。你说你直接要刻上去的话，要有准度啊。那准度呢？你没有准度的话，你会刻得乱七八糟。还有呢，你这个刻的时候呢，你像俩那东西，哎，当时给摄影师来拍这件作品的时候，哎，土坯。在泥土的时候呢，我就刻给他拍，没有完成，所以我就最后把它完成了哈。我想讲啊，我既然给你看了我的
出科的东西，最后完成也要带给你们看。我就讲了，这个里头都是有布局啊，像这个白石先生的字啊，我刻这些要起拍上的，起拍上的诗，你看那金东兴、金龙的。哦，啊，这扬州八怪的，啊，还有俩黑不黑吴昌硕的、吴昌石的，啊，他的篆书，啊，还有楷书这样，我各家书体，我要把它刊刻在这上面哈，哎，一定要融合，融合让人家看起来很自然。你讲，我先要来出来来讲，你讲个尸体，你头发又讲到魏碑。阿哥嘛，个笔嘛，个笔，个遐安样办款呢？那个魏碑吼，就是通常人里头称。阿个硬看那看无啊？哎，北魏碑刻阿个就斑驳嘛。个是，那有诶看到洞窿，唔滴遐下嘛？个那个跌脱嘞，个遐有诶风化，嘿，啊，还有遭冰险，嘿，藏在土里，哦，被现在被人家发掘挖出来了以后呢，那多少有损坏，那就是现在翻印出来的。我们看到的，它都有年，它北魏正史几年都是有交代的。北魏那是北魏的墓，那个碑刻就是魏晋南北朝。哎，对，魏晋南北朝后来又演成为隋啊，隋就是隋唐。哎，对，那隋以后呢，就称为隋唐宋元明清。对，六朝六。晋朝的时候到隋之间呢，就六朝墓志，哦，那个墓志就是人家的那墓碑，上面歌功颂德的啦。啊，讲俩诶帝王家啦，怎么样有功德啦，或怎么样啦，啊，哎，这是这个哎，就是六朝墓志。安样办？爱上爱学个魏碑咯。爱当时爱个欣赏，拢爱讲，爱是无进步诶嘛。嘿，好，佮讲哎，你已经写都当好诶，没当好没得。佮讲个再写下去哦，你只有写一体书嘛。嘿，啊，而且胡乱书之，你根本没有。按照什么，就是颜柳欧楚，就按照没有老师的指导。后来给我就讲哎，他说魏碑，我就只好去找了一本张某龙碑。张某龙是北魏时期的碑刻，是方笔式，那隶书我就是用张骞碑，我就这两个版本，我就写了十年呢。啊，那下圣年。啊，开始的时间是临摹，系啊，嘿，临摹，临摹，我就临摹了五年。五年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一次老师到，他从台中来中立延光禅寺，他就，他说我要到这里来，我就拿了，所学习的自己临的，给他看，他说错了，哦，就是讲错了。唔下按叫诶，下五年间吼，嘿，佮侬爱讲错了。唐碑是三过七笔，用白话就三过两一笔，写一横画三过，一二三，按一二三出完成的。魏碑呢是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多出来三道的呢，所以魏碑是比较写起来是。比较刻板一点的了，但是我们写这样刻板的呢，写久了也会有沉积嘛，沉积最后那个叫尖架，那个字的那个尖架，你就练就了，一身功夫了，但是我不是这样写啊，我买了碑本，我就自己没有人搞，好冇？我爱随眼讲，爱随眼讲，我称这个老师啊，和尚叫老。和尚老师，应该欣赏那法师。他是叫入仪上人，给俗名叫任伯务，是在民国初年很有名的书画大家。哦，按有个机缘吼，同一个法师给欣赏的书事。因为我当时我有三个朋友，一个。画山水画的谢老师，还有一个画工笔画的徐老师，那三傻志同道合就中了，就办了展览。那法师啊，他想说这中立地区，这不毛之地，怎么会有人办展览呢？花钱花篮都满街都是。当时我是在工厂任职嘛，很多他三个人都有人际关系，所以很
在整个街道里头都看到我们的那个，他们就循线这样走进我们的展览场所。嘿嘿嘿，所以当时看到我，看到我，他说你的字不会进步，所以就这样念，挨挨地念，然后进步哈，也都会机缘，机缘成熟。该当时因为那么办参加个展览，唔该欣赏都冇咩舒适嘅，错，挨咩下下一处没有，冇进步，冇进步。啊，因为该当时判期判该展览以后，舒适都也该发誓也该欣赏，唔讲其他太书法家呢。啊，因为几个字典唔以后，那么要一点都同冇。错，记住，下五年不易看，用错了。来说再去又写一年了。错了，给莫浪讲，按样办字头，按样办下。他就喊我讲错了，哈，出两杂事。那老先生就是应该欣赏去讲，错了，按样办做，爱来搞你啊。没有，我又回头到家里去写了一整年，写了一整年的时候，他错了，他又从台中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最近还有没有写啊？”我说：“有写啊。”他你有没有带来？我说有啊，但是我不敢拿给老师看，他拿来，我就下来楼下，他在二楼嘛，好，我就下来楼下拿了上去，我说这是我去年一年间的这个，很，阿金用板过，错了，没有，还他说还是不对，哦，喊你唔错，又喊你唔错，按摩来门讲。啊，多大嘅唔错才拿 V 咯，唔乜搞嘅，唔敢随便摸咯。啊，我们以前对老师很尊敬，当尊敬啦，哦，我就点点，佢看眼踩踩踏踏，好像，不晓得怎么再办才好，所以他就问我说，你礼拜一星期一有没有时间呢？我说有，怎么样？当然有。他说来，你就来了。下个礼拜一哈，我会到从台中上来。你就直接到我这里来。好，约好是下午一点。所以礼拜一啊，那工厂啊，当无限的时间。唱歌？咩？我就偷笑啦。结果老师一见到老师的时候呢，我也是毕恭毕敬的来。法师好啊，就这样。结果呢，他就拿起笔来，他说磨磨，我就磨磨。磨了还不够。还是一直磨，磨到最后，他好了，可以了。他就教了磨，就写。他说啊，这个就是魏碑的笔法，是断笔的方法。一笔一画都是要。你看九宫格啊，就下圣章，圣章诗就完了。他就说：“好了，我们今天到此为止。喝茶，泡茶，是吧？有圣章诗啊，他只浅显的告诉我这些断笔啊，还要长写，就这样。其实佮讲到重点都会讲，该诗每个笔法拢爱团结啦，做唔定岩墙下都错过啦。”啊，我们应该勤练，练过以后，我们个练几球章，让佮满意。老实讲，佮教个四堂课，一堂课十五分钟，加起来是一点钟。一点钟错。那一点钟的欣赏，乃就终身尊他为师。乃就学到以后，还冇，去搞勤练呐。错啊！哎，事后又下差不多十年间。其实看嘞，他梦伊啊，伢个事伢讲黑了哈，伢个事啊做得卖的呢。哎呦，安尼代表有个太师人安尼讲，都会有多个长途的嘛。我说怎么可能？
老师，只要老师还在，我怎么可以卖字呢？还出按样讲，啊，爱终究的是，承袭这方面的观念，啊，爱下诗画图，爱才两三年前呐，才开始卖。哦，因为用个量，去留到收藏家，像个人讲个。个太老板啦，来阿叻阿妹，伊看阿东啊，迄俩刺客，好几公，这很喜欢，来看一看，啊，全部拿过来，全部买哦，买阿南扎出来，其实全部讲，全部拿过来，我说哪有人这样的？我是说我这五件作品要让你挑一件呢、啊，但我全部都要啊，那就当紧张嘞，哇，安尼好啊，安尼真会赚钱啊！第一摆赌到啊，嘿，我就讲了，从事这个行创作，你不懂“饥寒”二字，不可能完成的。这是傅抱石他劝他的女儿啊，他说啊，我们凡是从事这个书画艺术的人呢、啊，不懂“饥寒”二字的话，你的作品是没有血没有泪的。你讲嘛个饥寒饿字，饥呀、啊，那个肚饥呀、啊，哦，肚是要饥啦，寒啊，寒冷个寒冷，个你寒冷冇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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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人元哦，你这样，我的，我们雕刻时间要固定，固定啊，固定了合，了什么，要作定啊，作时间啊。用个观众朋友他家都看好一点的，你看，这非常的基本。不，不会吃了，来啊，意思是。总是人个请问哦，你讲你呀，迄同人家妇人，人家哎哎，同讲法拢讲妇人哦，人家妇人，人家赖公子哦，迄强下合作来做创作，艺术的创作，迄到底人家要样板分工，唔负责物计，人家妇人负责物计，人家公子负责物计。像你一只作品啦，哈，土坯啊。从炼制土坯，也是陶土，陶土哈，给出阿赖龙阿福人哈，两下合作，哈，那土坯炼成以后，变成土条噶哈哈，这个就是要造型。你讲土坯炼成系爱烧系啊？咩？要个奶哈？爱炼，爱炼土，爱用板炼。就经过机器呀、啊，哦，啊，叫爱炼，搞几年了以后，看。这个是他们学陶艺的，我不懂哈。伊就出提供的奶做的嘞，所以伊就拿起来，让这些泥土呢，就是捏成土条，好，就造型。我们家里的那些都是手工做的，没有机器拉胚的，没有露炉啊。因为以为眼看人家三。英国钙片，几多安尼有个天通啊，安尼，做，那叫拉胚啊，哦，该拉胚，我们都是用手工按，全部按装出来，用树皮，树按，个土条啊，就练按捏起来，捏起来以后还要泥土，就是光泥土啊，系啊，这个过程经过的这经历过程，像这一件作品，通常都要花上十几天呢。都要差不多半个月以上诶。哎，样板二十按多的时间哦，反正多少啊？哦，先捏过以后，捏一节咧，要接哪个一节？也系两节冇轻松哦。冇咩啊？
这个奶啊，全部有空腰，跟毛眼全部圆圆，接上去我垮下来啊。有部分的底部的要稍微干一点，干一点的时候你才可以接上去。你接上去看，当时要接它哈，又还要喷水啊。哦，该张为岩心。这时候，所以他最后练就这个，还有这些土的造型各方面，都是由我儿子和我。我的夫人，他两人一起合作完成。当时他从事这个创作的时候呢，我那人就，那个，我夫人呐，他就帮忙他做他的那个，助手。助手，啊，就他说需要拿泥土，需要拿什么工具，都是由他一手来那个。后来呢，久了以后，当助手当了六七年了。有事没事就自己捏啊，救鱼还要吃干嘛？变死夫哎，死也都变死夫哎。给救老去，给住念，就捏，就是念。现在形成他个人的风格，就中国风啊，这个一个女性的衣服，中国风啊，他念出来，后来再上色喷釉以后，就是由我来刻。所以我负责就是这样的，完全是刻字。那至于这些的流程呢，那要等啊，等了很多时间呢。唔像人家刻雕刻嘅诗吼，系认为唔要当好嘅写诗嘅基础，唔留个多嘅雕刻图当做笔来写，好冇？啊，那某一时间唔刻出来嘅。诗嘅工整图都冇按过咧，我哋还要讲几番，按嚟看一看，看啲书。系啊，我挨埋感觉奇怪，两版本啦。系啊，挨出嚟啊，啲书两张版本啦。两版。看35年，36年啊，一直。哦，我啲咩雕刻时间要靠定。钦定啊，靠定啲合，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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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作定啊。诶，用个观众朋友睇下就看好一两句。非常的特别，唔好出啦，来啊！意思说，雕刻台就蛮难过去啊。呀，都系因为唔听我讲，哦，唔咧刻雕刻师的时间吼，呀，数呀用每期去考定都差不多。考定。哦。你当时挨唔得咧？呢，那个。咁一天挨下你考定？就没有啊！如果你没有这样刻，冇按考定落去，你怎么有手感啊？哦，冇咩。会抖会什么的啦？不是，还有没有感觉啊？嘿嘿嘿。我坚持不用一些辅佐的工具。还有戴手套。早期我是完全不戴的。哦，本来是有个辅助工具。也戴薄手套哈，泡泡的，那就是好像以前早期有时候新娘的那个戴的手套。白纱手套。对，他就是用这样刻。科就不会碰到这样，而且他们懂得，现在我部分的学生他们知道说，科完了以后要按摩，手要经常去按摩，不要让他这样，因为有我这个例子嘛，老师已经成为这样了，他前妻之见，你怎么可以重蹈覆辙呢？所以，出案永远，这过程其实唔系该岁月的累积。唔一样技术都代表唔做过几多嘅雕刻嘅事情，错冇？错，但是我以前做俩雕刻噶哈，那就是为了两个孩子嘛。我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他当时读考大学的时候，需要很多的费用，就尤其我女儿，女儿哈是从事于。工业产品设计的哦，起码穿少年艺术创作。他考试的时候就是美术科系考进。啊，那书都唔该样样。他是实践大学啊，后来给人家从复兴美工啊，当那个老师了，高中老师。那周先生当高中老师。嗯啊，那就是儿子看到他姐姐，姐姐也是老师，他就读环境工程。环境工程同意啊。有乜该管呢？反击，讲说没有关系，多多少少带一点关系。泥巴嘛，和泥巴有关系。搞奶去反击了吼。所以佮，看到我们一家都这样的，他就基本上嘛，有的上班，
技术诶，读环境工程嘛，靠后来毕业以后服完兵役了，技术去上班，他后来在那个 Seven 里头上班，啊，后来他认为说那绝非他的所用，我说那你就考证照嘛，就考一考，他就懒了，懒了就只，他说，爸爸我要学做茶壶，我听了以后，我愣住了。我说你不上班了，啊，要学做茶壶了。你按你讲，还在上道人讲，唔调一考试的时间讲，唔该当时爱学下试的时间。你阿爸，唔系当烦恼，出冇？哎，但是哎，该当时你阿爸讲，哎呀，你讲我哎唔会烦恼。嘿，我怎么我想到说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小时候我要教以前我到他那個。找老师，那请新竹的那教育大学的那教授来教他的美术啊，那亲朋当都时常来搞，古代啊，都是一子而教的啦，你自己教自己孩子没有办法教成，错啊，结果，哎，竟然他都不想学，哎，有关艺术类的，他姐弟都不想学，姐姐也是这样，高三的时候。后来高三了，要考大学的时候，我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我也要考美术科系。”我说：“你根本都没有学这些东西，你要去考美术科系，怎么考得上啊？”其实吼，也咧书到阿爸影响个感觉吼，唔该莫爱同来许多书到唔该影响，怎会行安呢？一条路吼。啊，妈妈要见，其实人个人生当中要当到面面咧安排都会安呢。唔通一下，五日就空下来创作，啊，经过当到时间，唔讲一喺创作片哦，都系经过十个年的时间，行过一少嘅地方，少个前高土喺高本，啊，先生家又讲过少高以后嗬，一个标配冷，我家嘅高层十几年。差不多，我前前后后认真做噶，差不多晚上嘅，差不多几上嘅啦，几上嘅，几上嘅才开完。系啊，按讲，亚嘅亚嘅艺术咧创作品哦，独一无二，做几集冇有天冇重要，冇重要。这不是像人做木诶，你嘛？嘿，做木诶，钢模、灌模、灌浆，灌出来啊，做出来嘢可能几啊百集、几上千集。我们这是独一无二，就是一件作品，就是单一的啦。我喺感觉讲，较有兴趣嘅讲，唔该写诗嘅风格啦，唔该风格，唔该用乜嘅嚟表现，唔出咁无腔样嘅风格，因为面纱都无腔样。我嘅写嘅诗，头下有咧欣赏冇爱讲，你还是又唔腔行书。有乜嘅嚇？暗強風化，嚇！你話即係思想史，係技術，嚇！你暗嘛，你看嗰啲熱條啊，按樣嘢嚟嘛，有砰嘅按下下來，嚇！這是魏碑的寫法，啊，將按樣下，第一個字是楷書，第二個字是行書，哦，啊，就是。也攞毛腔用，人家毛腔用啊，也係魏碑，魏碑楷書啊，你話行書啊，人家行書啊，行書當然都有魏碑的那個，但是第三個是篆書啊。哦，穿刺啊，哦，那缝嘛，也是因为俺人家节目的名称吼，是暗香缝法，俺张看的是一缝，按那讲单独来写，也是嘛个诗，俺都看不。错啊，看不出来哈，啊，念法，人工法，哦，念法，俺看过，哦，你看过嘛？因为俺第一，这行是所谓的行生还是会议啦，哦，错冇，也看你有些散嘛，当方的散嘛，第二是齐白石的写法，哦，好，那初一为俩西藏诗，所以我的款题呀，你看俩旁边俩下诗的人，当手人叫俺的款的啦，当手，该旁边的下嘛该，东篱把酒黄昏后嘛，有暗香盈袖，我就想到说暗香风华。和暗香盈袖，你们这个电视节目有风格哦，也有学问哦，竟然用暗香两个字哦，我就写了客家节目，客家电视台有诗意栏目啊，以乐为题记，
哦，我就想到了这个李清照的醉花印啊，哎，这词牌名叫《醉花印》。就清腔张先生讲诶，佮经过时间嘅淬炼磨练磨练以后吼，都拢每一天要成功啊，做乜嘅事情都会安尼啦吼。今日也非常感谢张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讲到安多，啊也希望咧，所有嘅家长啊，无教育细汉人咧，啊，假使讲爱学写诗也好，爱学乜嘅东西也好，一天爱来鼓励佢，啊，让佢咧长时间坚持下去，相信咧有一日。就亲像钟先生安尼，当成功的泰书法家了。安详风法，下次见，再见。谢谢，谢谢，坐了，来饮茶，饮茶，谢谢。